大家好，我是芳姐。今天啊，我们已经现在已经吃早饭了，现在是一点钟。你看这嘴巴这里上火，最近就是一直流鼻涕啊，很严重。然后我就吃的这个维生素，他们德国这里有很多这种维生素，它是维生素 C 和锌，补锌的。然后呢，我跟我老公讲，你也赶紧吃一个，来，老公给你一个，那 take one tablet。吃了之后呢，就是嘴巴就是鼻子呼吸之后它就没什么那个火气了，不然都感觉很热，现在好多了，昨天晚上还是出汗。我们现在吃早饭，给大家看看我们吃的是啥。看我老公他吃的是煎鸡蛋，我吃的是煮鸡蛋，一人一根香肠，这个香肠非常好，它不油腻。然后面包包焖，其实我们的早餐是不是很简单，特别简单吧。然后我要喝这个 Buttermilch， 是对肠胃好一点的。吃完饭开始又开始打扫，你看还有杯子没洗呢。哎呀，每天的事儿真的是挺多的。晚上呢准备烧鱼，这个鱼是冻的，给它化冻，两条一起烧，明天就可以吃鱼冻子啦。然后晚饭的话是打算把那个就昨天还剩下来的那个红烧肉啊加大白菜，正好又可以去油，因为油太多了。现在鱼解冻解的差不多了，哎呦好冰啊这个水。现在起火烧鱼，烧鱼的话我一般会用这些葱、生姜和辣椒，我喜欢吃辣的嘛。然后呢其他的调料呢有生抽、老抽、油，还有糖，还有鸡精，是不是很方便？没有多少像其他加这样加那样的。大香，现在就撒一点盐，去到边上。这个是防止鱼皮破的啊。两边煎一煎，煎黄一下就可以了，黄一点就可以。已经翻了一面，你看煎的是有点黄了吧？还好这个鱼皮没怎么掉嘛。现在的话，我要开始放生抽，今天可得小心点，不要再发黑了啊。老抽加一丢丢。哈哈，今天不错。现在放上水，放这么多的水，让它狂炖，也是大火。放入辣椒，小辣椒，撒一撒。撒辣椒的时候手碰的话，最好是多洗洗哦，不然揉到眼睛那就辣死辣。现在的话，再来一小勺的糖，提个鲜儿。看看就这么一点糖可以了，鸡精，鸡精不准出来。好，烧好了，出锅，两条小鱼儿，鱼的话一定要多炖，越炖越好吃。看第二个菜就是加工的这个，把它回一下子，加点大白菜就好了。大白菜不能时间太长，我们要吃的是脆脆的，不是要吃烂糊白菜，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什么调料都不用放，因为之前很浓嘛，也不会很淡。妈呀，我还没有弄好呢，我老公开始尝试了，他喜欢吃大白菜。咱们看看德国人吃鱼啊。德国人吃鱼的经验不比中国人差，我老公吃鱼小心翼翼的，他不吃鱼皮。I cannot. Yeah. 然后你看他现在慢慢在挑，你看这是我教他的 ，This is I teaching you 啊 ，How do you do it？ 他现在学的可好了。这个鱼有点硬硬的。你看海里头鱼嘛。哎呀，看。开吃，喵喵喵喵喵。Du brauchst den kleinen Löffel?
你非得手撕呀？呀，给他来个小勺。嗯。香菜，你看喜欢吃香菜吧？嗯嗯嗯。今天我们你看算起来三个菜，那是昨天的。这昨天然后加工了一下，放大白菜，正好把油吃了。看，鱼，那还是老酱醋嘛，一个抵两，来。小哥哥，前年看春晚不是说了吗？叫现在帅哥和美女都叫不一样了嘛，叫美女叫小姐姐，叫帅哥叫小哥哥。所以我要跟我老公叫小哥哥，你是我的帅哥。看这个地方，给你要不要？给我，给我。我跟我老公讲，今天可辣了，我说你尝一尝。不辣吗？不辣。No spicy? No. Really?、Mm-hmm. I just using this coriander a little bit and then eat it. 妈呀，好辣呀！哇塞，他这已经味觉没有了吗？妈呀，我把鱼翻过来了，给他。喜欢吃的不得了。吃鱼不长胖，所以没关系。Yeah, this is really good. 嗯哼，看我老公都听得懂了。Fish is really not making you. 白肉 because it's there is white. 嗯哼，对吧？嗯。哎呀，米饭还有一两分钟才好呢，饿死了。我不吃米饭的话，相当于没有吃饭，所以我一定要配米饭。米饭总算来了，哇，热腾腾的。这米饭煮的还行吧？就是从土耳其超市买的，这个米跟国内的那种大米很像哦，粘稠的，看。我老公也吃了一点点米饭，他在查有多少人吃鱼刺卡的喉咙上卡死的。吃饭吃着干跑了一个，我老公吃的昨天剩下的这个牛肚塞牙，上楼刷牙去了。他已经吃好了塞牙，我也塞牙，我要吃完再刷。像这个鱼，我今这次这个鱼啊鱼刺比较多，所以他吃起来下次不买这个鱼了。我们吃无所谓，他这个外国人。看今天菜要几乎要这个了，明天留着吃鱼冻，这个呢就拌完了，这个也给他干完，不错吧？今天又吃了两碗米饭，我几乎都是两碗哦。哇，晚饭吃好了，老公把盘子收走了，他又开始餐后甜点 snacks。我的餐后甜点是什么呢？不知道。晚饭吃好干嘛呢？就是要打扫卫生，也相当于是饭后一项运动，减减肥嘛，让肠胃运动运动吧。又是一个大工程，哇塞！啊，今天开始，从明天的话，明天就是新的一周，也是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啊。也祝大家在新的一个月里头心想事成，因为春天了嘛，对吧？春天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吧？所有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的赶紧做起来，对吧？还有我们德国从明天开始，就是我们这里的好多就是像 Baumarkt 啦或者 OB 啊那些地方它都营业了。我跟我老公讲，我们说先不要去，因为第一天开的话人肯定多得不得了，我们到周六或者是周五的时候去看看，或者下周去，因为春天到了嘛，要买很多花呀，种到那个花园里头去啊，所以很多事情啊，开起来是一件好事啊，陆续的要开起来了，是不是？咱们就离正常的生活不远了，向往着吧。好了，今天视频到这了，如果你们喜欢我就订阅我，芳姐天天在这里等你。好了，明天见。